拜拜吧。讲手手哦，诶，讲手手哦，嗯，好棒，好棒，妈妈煮面条给你吃啊，乖不乖？一回来就去领快递，走吧。这边呢？走哎！大象啊、哦，大象在哪里？它在吃草草啊！慢点，摔跤哦！耶！哈哈！冷不冷？冷不冷？好冷，包起来哦！好冷，包起来，冷个鬼哟！你骗我的！哟、他就是喜欢那个扁的枕头。这个枕头呢，我每次放在那里，他自己就把这个枕头扔掉，然后自己垫那个扁的枕头。妹妹，我发现你有一点很好，专一。说你专一，你还笑。现在想要干嘛？现在想干嘛？喝奶奶。好，喝奶奶，喝奶奶。每天喝奶奶，爱吐。哦，每天喝奶奶爱吐啊！啊，乱讲！垃圾！妈妈去泡奶了。干嘛？没干嘛。不要吃这鸡的好笑饼，不要好，好笑，好笑。你放舅舅跟你睡啊？啊！哎呦！比舅舅。喝不喝？喝。饿不饿？饿。妈妈关灯了啊！睡觉了啊！说什么？妈妈姐姐。乖女儿，妈妈关灯了啊。晚安。晚安，妈妈。叫妈妈晚安。妈妈，妈妈晚安。